来到瑞典的第一天，洗猫垫。因为臭宝在飞机上尿床了，所以只好，你们可以看看我有多疲累，就可以看到这个旅程到底有多累。带猫咪坐车加飞机24小时，就是会这样，看起来老了10岁。瑞典真的太冷，冷到整个就是连后照镜都结霜。今天的瑞典好像是-3度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超市大采买，我想要采买一些亚洲的食材，像是可以煮味噌汤啊、豆腐那些的东西。You look so funny， 你真的看起来很像白雪公主里面的小矮人哎、欸。这个是瑞典特别的 Julmust， 圣诞节才有的饮料。不是素吗？素食的热狗、欸哦、是吗？不知道好不好吃。 I can try。 应该没有那么好吃，是我的感觉。 Chicken nuggets。 亚洲日本的这个都有哦、为什么你拍我？你戴这个帽子看起来很好笑哎、欸。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像那个白雪公主旁边的小矮人。白雪是 Snow White 吗？对 ，Snow White 的好朋友。对。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帽子真的没有那么帅吧？很丑。对，因为这是我妈妈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要来吃 Max， 是瑞典版的麦当劳，但是比麦当劳好吃100倍。但我现在吃素，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吃的。你们看他们的素食有超多选择，超赞的，还有更多哎，你看，好赞哦！因为麦当劳是完全没有素食。这个看起来不错。超开心可以吃 Max， 请我吃饭。你们住在哪里？不知道。我觉得在这里。他们家的薯条超好吃，而且是地瓜薯条跟一般的薯条都好吃到炸，就是那种很细的，超脆，比麦当劳薯条还好吃。所以每次我都不知道要吃哪一种。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的。那我要吃到吃素的那个汉堡，好不好吃？嗯，好忙哦，太好吃了吧！哦 h、oh、my god！ 你很厉害，很大很大。It will take you 1 year to eat this. Your food for a week. 一个礼拜的。嗯，吃起来就是跟台湾的那个素肉的味道是一样的。啊，真的吗？是一样吗 ？I think it tastes like mushroom， 香菇的味道。哦，那么为什么你说猪肉的味道？嗯，你说什么？因为你吃的时候说是猪肉的味道，不是吗？素肉。啊，素肉，素肉是什么？Vegetarian meat， 还是真的肉比较好吃。
look so disappointed. Oh my god, it is really hot. Really? 水太烫了。Oh my god, the water is too hot. Welcome to Sweden. They put some ice in it. Bing Ho Er Chong Tian. 就是我的手超冷。忘记戴手套，但是脚好热。哦吼！非常热。你很冷，对不对？因为如果一个瑞典人也好冷，应该好冷吧？就真的是很冷，没错。I wonder if they will sleep away. Not sleep away. You know, sleep slippery for the deer.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走路跌倒。哎呦，他们很聪明，因为他们走在雪上面，这样就不会滑倒了。好可爱哟，臭喵，睡觉觉了。今天的天气就是一个会滑死的天气。你看，整个路面都是冰。我觉得瑞典如果有农民历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本日不宜行走”，整个就是很像走在那个台北小巨蛋的溜冰场，超可怕。Why are you laughing？ 小心。二猫日常帮他们买了电热毯，所以他们就喜欢躺在上面。然后臭宝很夸张，因为臭宝毛比较短，然后很怕冷。你看，连手都要伸进去这个什么暖气里面，很夸张哎你。贵妃洗澡澡，宝贵妃，臭要臭贵妃还是宝贵妃？哈哈，臭喵。